因为拍摄李安执导嘅《色戒》而一举成名嘅汤唯，凭住王佳芝呢个角色，令佢勇夺多个新人奖，以及得到多个女主角奖项嘅提名。佢嘅第二部电影当然令人期待啦，不过今次就再冇《色戒》里面嘅激情场面，而系会同歌神张学友合力炮制一部爱情小品。讲到学友，其实佢都好耐冇拍戏啦。今次学友会应金像编剧岸西嘅邀请，饰演呢部由岸西亲自执导嘅新戏。除了汤唯和学友之外，戏中仲有金像影后鲍喜静、李修贤、张可儿、安智杰等。而家 CN 就为大家独家送上电影嘅预告片。话时话啦，有冇人叫醒阿来啊？都唔叫我十只手指都唔得闲咩？啊，你仲瞓喎吓？你如果系咁啊，咪鬼应承你阿妈系双体啦。豆皮掹鸡就咪搞啦吓，人哋出咗名系唔悭西施净饮双计，斋坐三计，斋坐三计。如果呢本书系写晒老婆嘅，或者你就会觉得好睇好。阿妈，我好需要你。长得好看的女人，一般都很笨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在去哪？其实我有男朋友。咁早床相睇，做乜一嚟啊？你飞我系啱嘅。我好中意同你一齐，我唔理啊！你同我谂住佢啊？咁我俾人激，你系咪男人？你哋都系夹埋嘅系嘛？我中意一个人，中意一个人，有个男人。